志工要帮九十五岁白阿公改善居家安全。阿公都用这样在滑，他都这样，他那个很不牢靠啊。对啊，这样很危险哈。这边做一个一字形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我们的师傅，这样子。那这样子老人家在走路的时候，他是不是有一个推落的？房间门槛过高，志工贴心带来了踏垫板。 有没有比较好走？有，有没有比较安全？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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